认真攻略，从不漏球。那么大家好啊，我是又被暴雪背刺了的琉璃。那么昨天凌晨呢，我分享了一个暗黑四当前版本，无论单人还是组队，都能非常的效率刷经验装备的副本位置。结果今天下午这个副本的机制就他们又改了。难道说琉璃的观众里还有暴雪的设计师吗？如果有的话呢，麻烦在评论区回复我一下，琉璃有一些小小的秘密要分享给你。就之前这个区域内，只要我们进门呢，就必定能找到一到两波精英扎堆集群。我们杀完之后就能单人离开地下城小退，或者是组队直接退队重置副本。但现在的刷新逻辑是啊，会有一半的时间我们进本之后只能在前面找到两到三只精英，必须要解救所有囚犯进入第二层，才能看到新的扎堆的精英们。就加了这个流程之后就太不效率了，所以接下来呢，琉璃会介绍两个刷经验更加效率但装备可能稍微差一些的地下城，以及如何效率的刷他们的方式。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，最效率的方式必须是我们和其他玩家组队完成的，而且是人数越多收益越高的，所以呢，一个稳定的加速器是必不可少的。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奇游加速器，它加速暗黑四的时候全程稳定超低延迟，还有一个专门用来跨服联机的黑科技，让你无论和哪个服务器的玩家组队都不会有卡顿。目前很多朋友呢还遇到了即使配置够还会掉帧卡顿的问题，那么只需要点击奇游推出的一键修复工具就可以解决了。而在客户端卡包卡券兑换处输入奇游暗黑四呢，你除了能够获得暗黑四的七天专属收藏外，还能获得一个肯德基活动的恐惧杀手奖励。那么心动不如行动，赶紧上手吧。我们想要最效率的刷经验，那么就需要利用游戏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机制，也就是地下城经验共享和掉落装备邮寄的机制。我们在进入游戏中的地下城之后呢，只要所有的成员都在地下城内，那么无论彼此之间的距离有多远，都是能享受到队友杀怪的所有经验还有装备掉落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地图非常大的地下城，然后全队分头杀怪来倍率获取经验。而队友附近掉落的装备呢，则会在游戏中直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里面。这个邮箱是只会邮寄传奇和暗金物品的，存储的上限呢是十件。而在组队模式下，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效率的重置地下城的手段，琉璃在压力内测阶段就用过它，具体就是让队内的一个成员开公开游戏成为车头，这样子其他的队员都可以自由的插入，我是说加入他的游戏中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分头在刷完自己的区域之后，让车头直接离队，这个时候车头的地下城就会被直接重置到了。接着呢，其他人离队再加入车头的队伍就好了。就整个过程熟练的话，你只需要3到5秒就能重开一把全新的地下城，甚至是比有重置地下城按钮的时候还要快的。那下面就是两个适合组队模式的地下城位置了。第一个呢是盲信者洞穴，它的位置就在莫干的攻防左边。这个图是非常适合四人组队速刷的，就图内有大量的蜘蛛类怪物，击杀这些怪物之后，它会掉落小蜘蛛，而这些小蜘蛛也能正常的提供经验。所以呢，四人分头跑速刷小蜘蛛的话，就能在这个地图获得大量的经验值了。注意啊，这张图内的精英不多，只适合刷经验。四个人分头跑的话，只要有一个人清空了自己的区域，就可以让车头重置队伍了。而一直保持四人都是战斗，才是刷经验的秘诀啊。有条件的话，你可以吃了毒抗药水或者对蜘蛛类敌人伤害提高的药水再来刷。那第二个地图则适合有强力成员的队伍，它就是位于干燥平原的勇士之墓。这个地下城在我们赶路一段时间之后，就会分开三个岔路口，我们需要前往三条不同的道路来收集物品，而在这三条路上还有大量的精英敌人等着我们。最理想的情况，我们在四人队伍内可以分三条路走，同时击杀这些精英。其中呢，中路大部分时间是最长的一条直线，适合有赶路能力的职业来进行战斗。另外两条路程稍微短一些，但都会有一个回环让我们绕一下，才能把所有的精英全杀完。和盲信洞穴一样啊，这三条路走到头之后，我们也不需要回头交任务物品，只需要队长退队，然后其他人也跟着溜就是了。当然了，这张图的精英是比较多的，所以呢，打得快的那条路可以稍微等等其他人。那么琉璃就喜欢蛮王走中路，杀完所有的精英之后就等着队友杀怪，那自己呢抽空品一下地上的装备属性了。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下期视频呢应该会是正式版里游戏的增伤逻辑介绍、小康向的先祖锤玩法构筑分享，或者是呢50级之后如何效率提升自己的手段介绍3选1啊。大家可以把自己想看的内容发在评论区，那么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